好，再来看看也是网络上流传这么一段影片，让看过的人都忍不住称赞这只小松鼠真的很聪明，因为它不但可以攀绳走平衡木，还能够滑车推进，甚至360度回旋等等都难不倒它。那么就有网友说，这影片根本就是不可能任务的松鼠版，当然主角小松鼠就变成了阿汤鼠。小松鼠看准前面的杆子用力一跳，爬爬爬管子内匍匐前进，通过了算好距离奋力一跳，紧抓绿色铁杆来个360度大回旋，透明隔板阻挡没得怕，见招拆招，使出吊挂攀绳，水管山洞一口气快速通过，看好了面前旋转平衡木，眨眼速度穿过去，不见造型滑车，小松鼠靠前脚滑滑滑再推进，培育闯关成功，辛苦过后的果实果然特别好吃。有人说这只小松鼠太聪明了，还有人说这根本就是不可能任务的松鼠版。小松鼠成了阿汤鼠，真的是要拍拍手，算你猴腮雷。中央新闻台北综合报道。